为什么有人在聊天室叫我叔叔啊？这叫的也太老了吧！杰克叔叔，你, 好、欸、你看对方是不是？有的是叫我姐姐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姐姐气死我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全部一排叫姐姐的气死人。你是姐姐没错哈、啊。对啊，学姐，姐姐，杰克也是姐姐啊。姐姐，姐姐。结局，结局吗？怎么变结局了？在天上飘好久、哦，哇！我还在读取线上模式，是不是很没事？是不是因为太多人来玩、哦、啊？是不是又有新的抢劫，又一大家队人回来玩啊？有回归回锅的吧？哇！刚来哦，我们也在登录中。看来今天开台两个小时，有半小时会在连线。有两小时都在连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稍微打一下之后，可以试试看用好友或是私人邀请的，这样子会连线比较快一点。我是在私人好友啊，嗯、我在公开、哦，我也在公开，因为我是怕说私人那边电话会不会打过来。哦，那连你啊。嗯，哎呦，上，嗯，好不、哦？又在公开战局了。嗯，就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吗？我还是天上飞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完了，我会飞很久。动，我动了一声就停了。他应该动三声啊，两声。嗯，三声。我先加到你。我这边公开了，可以加我的。你那边很多人吗？单人，单人，单人。好，那我加过去。好，好友，杰克，加入。好了，加入，继续飞。好，继续飞了，继续飞了。人少的话，应该会飞快一点啦，应该啦。嗯，毒的东西比较少吧？对啦，应该是这样。就怕有我们看不到的朋友。害怕、yeah. 聊天室前世的观众。Yes.我们是不是要先去转转盘？我转过了。当当当，开场转转盘。那你今天转过了啊？你们就叫我先试看看呐、啊，我就上去。我进来了。我进来了。我也下来了。哎呦，快哦！哎呦，杰克这边比较快。姐姐，杰克比较快。是是是，比较快。是是是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怎么 TP 到那边啊？TP 飞啊！你不是会飞了？你不是有暴君二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我要飞！我要来转盘了，我要走。那怎么叫车啊？哦，垂头上按 QQ 按着可以叫你的坐骑过来。哦，我的坐骑自己跑过来哦。嗯，然后上你的坐骑就不会有人打你哦。嗯，好猛啊！我要开转了、哦，按一开始转 ，Enter， 太靠近我个人载具了。你先叫，你先用那个，然后叫技工那个啊。嘿咻！啊、哦，已经有了车进来了，可以直接拉你们过来啊！我们可以进那个空中别墅，直接拉你们。阿奇，我要卡中。这，我中车了！你又中车，你很扯哎、欸！我中车啦！九九回来，我不玩了。对啊，我赌场的大奖，我要去打鸽子了、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去打鸽子。等一下，暴君要怎么飞？等一下，暴君要怎么飞？空白啊！怎麼空白啊 ！W 然后 W 空白啊！哦，你往上飞，往上上飛按五，按五，按五，五五。我扛碎了，有了然后 F 是加速嘛 ？F 是加速的啊！干你妈的！空白就是在飞弹啦！有人跳了，有人跳了！他进你那个我的车，所以你成功加速了吗？你成功加速过来了吗？我还迟疑了两秒 ，F 有加速，还想去干。可是这车看起来有点普通哎、欸，怎么像普通轿车？一般的车看起来像一般哎呀、啊。你可以去看面具啊，看有什么面具。所以、哦、你说的是这台火箭吗？
对啊，那个看起来你不是很奇葩吗？九十几万而已，一百万而已，哇，而已耶！我有点想买一台来玩，狂暴火箭。嗯，这一台没有很吸引我。那你有按降落伞吗？你那时候买应该是买哦战兵啦，战兵。战兵。然后在之前是买强灭。嗯。换我转。你能转到什么呢？啊什么呢？不知道，随便啦。啊，没有了，车没有了。车要它开始减速的时候，在对面的那一个位置。哦，就是在衣服的位置吗？差不多那个附近的位置。它开始减速的时候，差不多那个位置的话，比较有的机会中。啊，没关系啦。换钱换钱，最大抽。感谢六六六。哇，楼上有烤肉。哇，飞过去了！怎么有烤肉？我刚不是有邀请吗？可以邀请，可以直接进邀请的、啊，阿姐。啊、我刚有邀请，空中别墅。可是你下来他没有空中别墅吗？你这边只有杰瑞德哎、欸，我这边也没有你的哎、欸。会不会是因为你下来了，所以他没办法？哦，有可能。我下来。好吧，那边慢慢。哎、欸，需要传送吗？我飞到了。哇，炮姐。那就是等电话喽。我记得好像在空中别墅那边等，是不是啊？泡脚。哦哦，哇！现在下游泳池会自动变泳装哦。会。嗯。越变的会啊？怎么了？这次的面具全部都有哎、欸。全部都有？自己看。全开放了吗？我看什么葡萄啊，就是那个水果面具啊。嗯。然后小丑面具。啊、没有那个东西啦。然后 JQK 都出了，真的哎，全开哎，赌场没赌过，来赌看看。樱桃面具，怎么进去啊？面具，哎，邀我们进去啊！你这小丑好可怕、啊。没有，我们现在都在赌场啊。对啊，赌场直接走进来就可以了，就有那个面具了。好运转转乐。每日一次 ，OK。祝你不、哦，他不让我面具在哪里？翻新哦，翻新上来啦！中什么呢？中什么呢？钱可以、欸，这是代币吧？啊，两万五筹码。哎、欸，杰克，嗨、啊，这边上不去，可惜啊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那可以上去了，怎么了？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啊。还是你要找游戏里面的哈记？不是，怎么比东西？按 B 对不对？哦，你从这边直直走，走这两个人群中间，这两个，是一个，不是、啊，这女的跟男的对进去，卡住了，下不去哦，卡住了。我上次就从他们这边进去就卡住出不来了，我正重开游戏。我现在是连我这边不能下去啊，卡住了。我不敢试，不然要重开游戏。我先到空中别墅上面等看看那个好了。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哪边买面具？那边吗？这边，可是很蛮贵的、欸，你要换代币。嗯，看一下、啊，你怎么比的、啊？不告诉你。嗯，按 B。哦 ，B。空中别墅。对，这个。哦。噔。好，怎么手举不？哦，有了！一回来他马上打电话给我。那么吵啊！你可以买那个、啊、幸运七。那至少没有很特别的水果。这就是代币的钱哦、喔。对，代币的钱，代币一比一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代币，好，把它当草莓。这个厚刀。好啦，这个剧情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的赌场受到了威胁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救我们的赌场。哦、欸。受到另外一个集团的威胁。嗯。嗯。好，我们就来去接任务。那你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我已经有任务啦、啊，我要去、啊、去接任务的点。哦。嗯。
聊完新任务了吗？没错 ，DSD 安安啊。我们的好伙伴在赌博。嗯，对，等你们邀我。你是说好伙伴吗？看他想不想变好伙伴。哎、欸，他不是水果啊，对啊，他不是伙伴，他是啦，哇，他破开就是什么东西？好啦，他算是好吧，破开就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你看 Z， 你看 Z 看我们的脸，你看我们的头，你们笑得很开心哦，我的脸，你看我的脸是被那个皮整个被扒掉了，要去哪买啊？那个面具？就这边的。那个服装店那边带一下吧，在装店，装店、嗯、啊，所以这里啊、哦，这边不能跑，在这里真的是有点，真的陈桃，嗯，你们进得来吗？可以，方块贼好丑哦，哪里门进去是不是？对，我不行。我没有，不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 VIP，、欸、我是开房哎、欸，我变开房哎、欸。那你走出去，我压。我不是 VIP， 所以我进不去。他把我赶出去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对啊，这边啊，你看，他赶我走，他赶我走。在就是这里呢，这里有一个可以开东西。就这里呀、啊，他赶我走没？讲几次了？你看再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，有没有？赶我走了。要不要再看一次？没有，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圈可以按那个任务开始。我腰了。你看，又赶我走了。你又被赶走了。好了，我收到了柳橙、柳丁，不知道。好。嗯。这里赌场也太划算了吧，1:1耶。可是它是美金啊。好。哦，打错了，好抱歉。GTA 好，我买樱桃。好，然后要以代号称呼对方。西瓜哥哥。好。哈？嗯？啊？嘿？谁？嘿？嘿？嗯。哎，那个音乐时间，什么时间？哇，快开始了！剩十秒，快开始了！有人已经腰了，已经腰了！刚才已经腰过了，两秒，一秒，下载中，来不及，离开，我跳了，离开啊！启动战局，我进来了，杰克跑，哎，我现在只有看到繁星是跟我一起加入的，哇，杰克是显示离开，嗯，但我想说来不及，樱桃进来了。樱桃，你好丑哦，樱桃！你被，等一下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，你后面像屁股，怎么有屁股啊？后面像屁股，你的后面好像屁股，啊、还可以腰完是要重来吧？要重来，嗯，你刚刚是 F 掉下去长成这样子，你脸好肿哦。不过有点猥亵，我们要等他剧情跑完，再把他咬啊！为什么他们连都不会笑一下？我以为杰克从后面走进来之类的，结果不是。你谁啊？卡住了，我也卡住了。是现在剩葡萄跟樱桃，樱桃柠檬。我们樱桃是哈记啊，柠檬是你啊。对啊。草莓是繁星啊，重来。对啊，我们跳出去吧。怎么离开？可以离开吧？看怎么离开。我现在要看公开证据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手机按两下是不是？手机打开，按空白键，
你确定要退出吗？是的。我退出了。还好我学会了这个。你的队伍退出了。嗯。两百块。哈，还有两百块哦。对。陨月后面有一颗像什么？啊，那是因为柠檬的那个啊，柠檬的地啊。对啊，你是想说咪咪吗？你这个真的是，你去水果摊这样不行哦。你这样去水果摊什么都不能买了哦。嗯，我好像跑到光辉战局了。我也是，有点。等下在加杰克那边吗、欸哦？还是我开啊？六，我也可以开。我们家先加过去杰克那里吧。嗯。好友。又是杰克。杰克哦。又是我。又是你的锅。又是加你的锅。锅锅。你都没看到哈基的那个一面。我也没看到。我很想看到啊。他的屁，对，他的头套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。为什么樱桃是三颗啊？一颗脸后面两颗那个。对啊，米老鼠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奇。土豆。阿修，阿修，阿修，阿修。那杰克，你要接吗？还是我接？啊，我是比较近啊，我接吧。阿彪，古长，阿彪 ，GT 怎么都不去抓那些外围挂的，抓不完，抓不完啊！好侦测啊，就很好侦测啊，你只要刷屏的就可以去看他账号在是不是在卖外挂了。要了，有，天哪！天哪！其实云月，你刚刚在那个配对那边关掉就可以了，他就不会到。忘了啊，太久没用了，很久没玩了。帮云月，那开始了，买重型护甲。啊，现在还要买重型护甲的 bug 吗？可是百千万次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云月，不然你每次都买不了。我后来是去领一下东西就可以买得了了。哦，就例如去设施跟人家拿个糖果就可以领了。神奇，跺一下地板，气不不。所以你们看又这边动画再看一次喽。对啊，好啦，去尿尿。为什么你换衣服？可以啦，这样很亮啊。哈基，哈基，我懂了，屁屁。我们四个人加起来变一个水果篮了，好像也是。已经播了那个学话机，给他听了一个礼拜了、嗯，完全没有讲话的感觉。他还是叽叽乱叫。对。那个陈先生是不是会讲中文啊？嗯，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的剧情，他会讲中文，然后还是很疯癫，然后酒醉的样子。嗯，好像是。到外头找他。你看杰克进来了。嗯哼哼。对，很尴尬。尴尬的走进来。嗯哼。嗯。繁星的鸟也在开台，哇，他很忙哦。他在跟他观众讲话。陈桃，这要该怎么办呢？进谁的？赵飞去是只有一台车啊？好像只有一台车，是不是啊？是嗯，我只有我的车吗？我车怎么了？车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废弃的汽车旅馆，也太适合尿尿的时间了吧？四公里去吧，没有，我没有想尿尿。
哎、欸，红灯啊！哎、欸，闯红灯！这不是阿 P， 比你中指。嗯，废弃汽车旅馆。汽车旅馆。哦，你干嘛打前面的车？他很无辜哎，我打轮胎。他轮胎上面有口香糖渣，我再打掉他。他刚把钻到墙壁里面去了。对，他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卡进去了。这我没看到，我就看他很正常的在撞墙而已。连线吧，连线可能不稳吧，连线不稳就会这样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被撞了一下。我们的司机是谁啊？我。哦，难怪。好好好，他已经没上车子很久了，你忍耐让他忍受，体谅他一下嘛。他等一下就上去了。我很久没上了，我要上了，我要上了。前面那台比较大，我要上了，我要上了。哎呦，前面的尺寸比较大、哦。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。哎呀，开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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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是不是被他们绑架就来先大杀一波这样，没问题吗？这很 GTA 啊 ，GTA 不都这样吗？哦哦，全部都变红点了、欸。哦，你坐在二楼哎、欸，骑上去啊？嗯、你真会，你真会上楼了不是吗？骑上去哦，对啊，真会骑了。这可能size太大了。你说，我都变红了哎、欸，我都。哎、欸，车子太 size 太大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那货柜后面又蹦出一堆。我们正后方也有。死了。我其他都在楼上、啊。我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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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妹子，妹子死了。撵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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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撵他！呀！哦，妹子在我们车底。欸、你还没死、啊哎！哦，是不是该下车啦？感觉差不多可以下车了。对啊，哇哇哇！你还绕过，你还敢绕过来啊？哦，没事没事。